哦，那当然呢，如果经过这两天的一个素食餐点，让各位闲闲能够觉得说，哎，吃素也不错哦，而且可以更，只要是习，就不是本来产生的，都可以透过后天的行为慢慢的来改变，哦，都可以来改变的。哦，那所以呢，啊，借着我们今天这堂课，主要是也让各位先了解到为什么我们要持斋，以及持斋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。从不同的角度跟面向来让各位前贤明了。那当然也不是说啊，听完这堂课我就要吃素持斋，没有啊，这是还是看我们个人的一个愿力、个人的一个心愿啊，以及个人的评估哦。那当然我们是做一个推广啊，做一个推广。那这次呢，我们等下是慈悲安排啊，我们北玄宫的中智班讲师一位赖讲师来为我们讲解持斋的意义。那我们赖讲师呢，在道场数十年。啊，非常的脚踏实地。那尤其呢，近几年在我们这个十组运作里面的总务组的庶务组里面呢，啊，都是在做基层，默默的啊做不为人知的服务。像各位前贤，我们开一个班，有好多的事前准备工作，有好多的这个看不到的地方，都是我们这个总务组以及庶务组这边呢，要来帮各位前贤做提前的准备以及事后的一个善后。所以仙佛也曾经讲啊，道在低处显珍贵，你越在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来付出，你的功德性越大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赖讲师真的是很老实修道啊，一步一脚印。那尤其在道学上面呢，也非常的深入啊，非常的用心。那后续就代表各位前贤来恭请我们赖讲师来为我们讲解持斋的意义。哎，各位前贤请坐。哎，后学正道天人师的我们白水圣地不休息菩萨的大德顿化，那使后学今天呢有这个机会，还加上我们两段师讲师的成全，使后学今天有这个机会呢，能在我们这一班的法会当中来学讲这一堂课。那么我们再次恭喜我们各位班员哈，今天已经法会进入到第二天了，先火吃。那么我们在座的点燃师还有负责讲师给后学多多补充。那么今天呢，持斋的意义呢，就是在我们在还没讲这一堂课之前呢，那后学要跟各位来说明一下哦，就是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并不是说听了这堂课之后呢，啊回家闭班之后回家就不能再吃荤的，不是这样子哦，哦，所以说呢，所以说请大家放心哦，不然的话有的人会觉得说啊，那这样的话我现在有点不甘心啊，我先等下吃一顿啊甘愿再过来呢，哦，啊，所以说呢，那研究这个题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让大家能够对持斋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了解，哦，有一个基本上的了解，看这持斋到底对我们人有什么，对咱身体有什么帮助啊，到底营养是不是有够哦，啊，所以说呢，对咱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的，对啦吼。所以另外呢，要跟各位强调的就是吼，我们持斋呢，它是怎么样？它是出自于我们自己个人对持斋的一个了解，哦，而且它是需要生活环境上的一个配合，才能够来慢慢学习吼，哦。因为吃素吼，哦，素食是一件很健康、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做主人的，对吧？很自然而然，你想要吃素，那才有用，哦，所以说呢，吃素它不能有一点点的勉强，啊，所以说呢，它只可以鼓励，哦，那然后慢慢了解当中，然后时间一到，我认为我自己可以，那时候才有用，哦。那么在这两天法会当中，哦，我们这个厨房，那个炊事组前线真的非常辛苦，哦，帮我们准备了色香味俱全的素菜，那请问各位前贤，我们这昨天跟早上有没有我们吃了两餐的素菜，感觉到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口味还可以吧？像昨天后学，因为楼下哈，哦，有那个基础训啊，那后学下午呢，有到过去那边碰到一位前贤，他主动跟我后学讲，
哎，你们那个素菜哦，真做得很好吃呢，比外面的餐馆还好吃。真的，听了之后呢，觉得我们炊事组的前人非常用心哦，非常用心哦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堂课之后呢，大家回去以后呢，就没有要求我们要吃素，然后会，因为闭班之后呢，也不可能说每一个讲师跟着各位前贤回去看大家有没有偷吃肉哦，所以说呢，不会有这种情形哦，所以大家请放心哦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能够来求道、修道、来参加法会，最主要的呢，就是能够有机会让我们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哦，尤其是我们一日三餐哦，对我们的民生的问题实在影响的非常大。那现在我们就来谈谈持斋的意义哈。持斋的意义，持斋哦，并不是只有嘴巴吃素而已哈，不是跟他吹假菜呢哦。它是包，如果是只是嘴巴吃素的话，那是很狭义的一件事情哦。最主要就是身、口、意三方面要来同时进行哈。身的话呢，就是怎么样？你只有嘴巴吃素的话，你身体呢，不可以做非礼的事情哦。我们都知道身有三恶，就是杀生、偷盗跟邪淫哦。就是说呢，你要有慈悲心，然后呢，不可以有这种偷盗的那种行为出来，还有邪淫、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哦。就是身呢，我们的身体呢也要干净哦。不只是就是我们吃东西要干净，我们身体也要合乎道理哦，所以身不可做非礼的事情。那个口呢，口清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戒食无荤三宴哦，还有就是出口清，入口清，出口也要清哦。吃进去的东西呢，要干净，然后呢，说出去的话一定要合乎礼节，非礼勿言，就是。不可以讲那些，口有四恶嘛，就是恶口、两舌、绮语跟妄言，哦，就是我们口有四恶。再来呢，就是心清哦，就是心，我们的意念呢，不可以有动那个非礼之念，哦，就是讲咱比赛有一种，意有三恶嘛，就是贪嗔痴，哦，这也是，我们第一三条根哦，所以大家呢要了解哦。再来就是八邪哈，八邪就是眼观美色哦，我们眼睛呢、看到喜欢看漂亮的东西啦，或是不该看的东西哦，眼睛呢容易患了这个不好的行为啊。然后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声音，鼻子喜欢闻香的东西，然后嘴呢，嘴贪口腹哦，他喜欢吃好的东西哦，心呢能够产生那种邪念，还有意虽邪情呢哦，动了不好的一个邪念，手乱举动哦，真的有时候呢，手会不自觉的去做不好的事情哦。还有主行邪地，就是去不该去的地方哦，去不该去的地方哦，这些都是我们要避免的哦。那么我们平常常吃所戒食是哪些呢？就是五荤及三宴。那什么叫做五荤三宴呢？什么叫做五荤三宴？第一呢是葱，哦，葱我们大家都晓得吧，哦，肠啊啦，哦，蒜就蒜头嘛，韭就是韭菜，哦，蟹还有新曲。蟹的话呢，平常我们在市场，几乎很难得看到，哦，人讲的裸钩啦，台语叫做裸钩，哦啊，它是好像蒜的另外一种，哦，比较小，哦，新曲的话呢，就是烟叶。就是香烟了哦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来吃葱呢？因为葱哦，它会你吃多的话，会伤我们的肾哦，会伤我们的肾哦。然后蒜呢，会伤我们的心哦，伤我们的心。酒呢，会伤我们的肝。然后蟹呢，哦，蟹会伤我们的脾哦，这就是蟹哦。大家应当曾看过吧哦，这蟹。然后新曲的话就是烟叶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戒食这五荤呢？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这五种东西都是植物的，它又不是属于，
又不属于三宴的东西，为什么他不能吃？哦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哦，因为是底部的啊，为什么别在家？哦，所以在那个佛经的楞严经里面就有讲哦，说这五种新荤，如果煮熟的吃的话，使人容易发出那种淫乱的心，生食使人增加的嗔恚心。所以说呢，若是吃了这五荤的人呢，就算是他宣扬讲说十二不精，十方的天仙也会嫌他身体有那个荤腥的臭秽而远离他。哦，所以说呢，恶鬼呢却很喜欢吃这种五荤东西啊，哦，他会来舔他的嘴。哦，所以说吃这种五种荤腥的人呢，他会常常跟鬼住在一起，然后日子久了之后呢，就会消耗他的福德。哦，那么佛经上也这样说了，说其实喜欢吃这种五荤，虽然他修无上正法，十方的善神也不会为他来守护。这时候呢，大力魔王会化现做佛身呢，来为他说法，使他破戒，然后赞美他的邪淫，然后赞美他的贪嗔痴怒三毒。哦，所以说呢，如此的修行者呢，吃了这五荤之后呢，临终的时候会成为魔王的眷属。哦，魔王的眷属。所以当魔报终止之后呢，他就会堕入无间地狱。哦，所以我们持斋如素的人呢，要断除这五荤菜，因为这个味道哦，五荤菜真的气味很难闻哦，真的很刺鼻哦，味道奇臭，而且持久不退。哦，所以说凡人都怕，何况是清净的仙佛。哦，因为这五荤呢，因为我们所有的植物当中哦，所有的植物都是怎么样，都是天生地养。哦，都是采集天地日月精华所生长，但是唯独这五种植物呢，它是偏的，它是采集天地不正之气所生长。如果我们吃了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会伤到在五行相克当中呢，它会伤到我们的五脏，哦，会伤到我们的五脏。然后呢，你常吃的话呢，真的对我们身体会有所不好哦，所以。从我们修行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要避免仙佛来远离我们，然后邪魔会接近来扰乱我们的修行，所以我们要忌食五荤。哦，养生的观点，在中医的《本草备药》这本书上面有记载，他说呢，大蒜的气味恶臭，哦，散气耗血损目。那么现代的医学研究呢，他有对十二指肠溃疡，尤其是非常忌口的，尤其是狐臭的人，如果你吃了这五荤的话，会更加为严重。五荤对身体产生的副作用真的实在非常的大。再接下来就是那个烟，你看这个烟，圣人造字实在非常的奥妙。这个烟字，你看旁边一个火，然后上面一个西，下面一个土，就是合起来的话，就是火烧西方土。然后你抽烟的人的话呢，真的对我们身体，对我们的肺呢，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因为香烟哦，含有很多的毒性，你知道。第一点就是那个尼古丁，还有第二就是焦油，第三就是一氧化碳，第四呢就是刺激的物质，那超过有43种的那个致癌物。所以说呢。你看一个人从年轻一直开始抽烟，抽了几十年之后呢，他的会不会是怎么样这一个情况？你光看那个人家抽烟那个烟蒂有没有？那烟蒂那个滤嘴啊，都会怎么样？黄黄的，你就知道我们今年累月这样抽烟的话，看看我们的肺会是怎么样子。哦，你说我们家里面的排油烟机有没有？用久了也会怎么样？卡上一层的很多的那个焦油啊，排油烟机可以把那个滤网换掉，但是我们的肺呢，可不可以换？不可以哦，所以这样就很麻烦哦。再来就是在我们全世界哦，每6秒半呢，就有一位受烟害而死哦，尤其是那个二手烟哦，真的很多妇女哦，因为吸
吸太多的周遭的那个二手烟啊，都很多女性都得到什么肺腺癌，哦，真的非常可怕。那么我们除了五分之外呢，还要注意的就是那个槟榔哦，还有酒哦。那么关圣帝君跟我们讲，酒是乱性之根源，伤治尸体一朝颜，面红耳赤眼神变，好像魔鬼在人间。哦，酒呢？酒是谁发明的？是杜康发明的哦。那么他酒呢？是我们关圣帝君给我们讲，酒是乱性的根源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社会上的新闻可以看到，有很多人都是因酒误事，你知道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家庭，刚结婚不久，有个小孩子，可是他很喜欢跟朋友喝酒，啊，结果他老婆非常生气，常常喝酒，真的让他很就是很生气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先生喝到三更半夜，打电话叫他老婆来载他回去，可是他老婆很生气啊，认为说你这样子的哦，让就是不爱自己的身体了，就不去载他。结果他就自己开车回去，在半路上的时候撞上旁边停了一辆大卡车，从后面一撞上去，当场马上惨死。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全家很都一片愁云惨雾。那他老婆也很难过，这下子整个家庭的支柱全没了。然后呢，过一两年之后呢，他太太又怎么样？又交到另外新的男朋友，结果孩子也不要了，孩子给公公婆婆带，自己又去结婚。你看一个家庭的话，你如果常你这样喝酒的话，真的会造成很多的那个遗憾的事情哦。哦，新闻上有很多啊，喝得烂醉如泥，然后躺在路中央，有没有？然后把身体都扒光了，丑态毕出哦。所以说呢，伤治尸体又招眼了，真的伤到我们的智慧，然后非常失礼，然后容易造成很多的命案、凶杀案哦。而且面红耳赤，眼神变了。当一个人酒醉的时候，那个眼神实在看得非常可怕，就好像什么魔鬼在人间一样，像不像？哦，所以说呢，酒也是，吃斋的人呢，不可以吃的哈。但是哈，酒也并不是说，像我们平常做菜的话哈，或者是药引的话，少许是应当是没有关系的。做菜当佐料哦，那是有可以加一点点哦。接下来呢，就是酒入愁肠，化作千般泪啊！哦，很多的喜欢喝酒的人，到最后他的肝整个都垮掉了，哦，结果都肝硬化了，到最后变成肝癌。哦，如果孕妇她喝酒的话会怎么样？导致畸形胎，会产生那个酒精症候群的婴儿，然后会造成她生儿童的心智发展迟缓的那个后遗症哦。还有槟榔哦，槟榔也是我们亲口痴呆的人呢要避免的哦，因为这个很多槟榔哦也是很毒的一个东西哦，因为槟榔素哦也是一种致癌物，所以说呢，在口腔癌的病患当中呢，发现咀嚼槟榔比例非常高，高达88%哦。哦，所以说那个卫生组织呢，研究癌症中心认为说哦，嚼槟榔呢，吸烟，哦，嚼槟榔加吸烟得到口腔癌、咽喉癌、食道癌的比例非常高。那么嚼槟榔再加吸烟再喝酒的话，它有相加的一个作用，更容易致癌哦。那么同时嚼槟榔对胃黏膜也有具有那个刺激性哦，我们会伤胃哦，具有刺激副交感神经的作用，会引起我们气喘发作哦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槟榔也是很不好哦。你看嚼槟榔加吸烟的话，会得到咽喉癌哦，然后呢，口腔癌、舌癌哦，真的非常可怕哦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生命有限了哦，我们生命非常有限，所以我们要珍惜人生，享受人生，那么开创生命的一个价值。哦，千万不要糟蹋我们的人生哦，因为我们能够，当一个人的话哦，真的，
要累积很多的福分呢，才能出生为人哦。因为我们人是贵为天地人三才之一哦，所以能够怎么样？能够代天宣化，我们人真的是在很尊贵。所有物种当中呢，我们人属于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动物了哦。那接下来三燕哦，三燕的话，天燕、地燕、水燕。天燕的话就是羽毛之类，就是天上飞的这个鸟群哦，天上飞的鸟群哦，就是天燕。地燕的话呢？就是圆毛之类，就是爬地面上行走的爬虫走兽。哦，水燕的话呢，就是鳞甲之类，就是水虾、鱼虾、水族。哦，就是属于三燕的其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吃三燕动物的东西呢？因为此动物呢，都是怎么样横行于世间哈。它的背向天，没有办法吸收天地日月精华，哦，所以你看那个所有的动物哦，它背都向天，它意味着什么？它们累世累劫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造很多伤风败俗的事情，结果它们这一辈子就是来还债哦。所以呢，我们人呢，真的头顶天脚立地哈。所以我们如果吃了这些动物的话，会减损我们的慈悲心，会伤到我们的三宝园林，以及会损及我们的阴德哦。所以呢，烟酒消耗元气哦，加上烟酒消耗元气哈，所以损伤健康的东西呢，所以吸烟患罹患癌症哦，酒患肝病，损害脑力，因此呢。我们必须要戒除这些东西哈。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所讲的，就是我们人体所需的营养素。哦，咱身体所需要营养素哈，我们人体有三大功能哈。第一大功能呢，就是提供我们热量。哦，那从食物当中呢，吸收到热量，能够保持我们的体温。哦，我们之所以会怎么样，嘴巴会讲话。然后脚会走路，然后什么动作我们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哦，所以这是提供我们热量的一个来源，就然后一部车它加了汽油一样，它可以随心所欲要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最主要的营养分就是怎么样，就是脂肪跟我们的糖类哦。那么第二功能呢，就是提供我们发育哈，提供我们的发育，我们身体受伤的修补。哦，你看那个婴儿，从小时候呢，很小的时候刚出生不久，然后呢，提供很多的营养分，然后慢慢长大。这些东西呢，就是需要蛋白质跟矿物质，哦，需要蛋白质跟矿物质哦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提供我们复杂的身体机能的调节作用。哦，像我们身体上如果你体温太高的话呢，它会怎么样？会出汗。会自动调节我们的体温，哦，然后呢，我们身体如果感觉冷的话呢，我们会怎么样？会自己会平衡，哦，然后会怎么样？会想穿衣服，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功能会提供我们身体的机能的调节作用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矿物质跟维生素，哦，那么我们如何来获取五大营养素呢？第一呢，就是糖类。糖类的话呢，不管你吃荤或吃素的话呢，都可以从米饭或是就是绿色哈，多半是都是矿物质的一个来源，像油菜、西洋芹等等，大青椒、萝卜叶这些呢，都具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的来源哈。第五呢，就是黑色哈，黑色海带、紫菜、香菇、黑豆这些东西，都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哦。所以说呢。我们从以上所讲的这些哦，根本就不用担心吃素会怎么样，会营养不良。哦，你看，也或许吃素也差不多有二十几年，将近快30年。哦，你说，而且呢，觉得说吃素真的让或许一般的像我们这年龄层的话，都时常怎么样，身体很多的
能够加深加强那个哦。但是或许他们的那些病痛，或许好像都没办法体会到，真的，或许都没有感觉，都没有这样经过哦。所以是树根会死的比较好，在科学上哦，在科学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，我们国父跟我们讲，豆腐它具有肉类的功效的营养，但是没有肉类产品的毒性哦。所以呢，在生理上哦，因为我们要吃一块肉的话，哦，你知道那个肉的生产过程是怎样的一个情况？从被捕捉的时候，然后开始生腐败，尤其呢，当一只动物被杀的时候呢，它会产生恐惧，恐惧的话呢，会怎么样？会产生毒素。它的细胞会产生毒素，然后呢，它又没有时间分解那些毒素，结果就被宰杀了。宰杀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再把它吃到肚子里面，都将那些毒素、病菌啊，都吃到我们的身体上面。接下来就是气质哦，气质不同哦。我们吃素的人的话，跟吃荤的比较，吃素的话呢，让我们怎么样？看起来比较文质彬彬。好像大家都非常健康，有没有感觉？吃素的真的是非常棒的那个饮食方式了哦。像我们平常哦，很多人都喜欢吃牛肉、吃牛排，尤其是那个年轻人哦，难怪现在的那个牛肉店啊，或是牛排店啊非常多。想说哦，能够吃牛肉，看能不能身体比较。像牛一样的壮，有的人真的会这样想，哦，吃牛肉看能不能身体像牛那样壮。但是牛到底吃什么东西？牛有没有吃牛肉？没有啊，牛不是吃牛肉啊，牛吃什么？吃草啊。哦，那个猪也是一样啊，猪能够养得白白胖胖，它有没有吃猪肉？没有啊，它是吃什么？吃大豆饼啊。吃大豆饼，吃缩水哦。所以说，有的人会怎么样？以形补形，你知道？想说我心脏不好，我吃就买猪心回来吃；眼睛不好，吃鸡眼；然后呢，肝不好的话，买猪肝回来补；我头脑不好，买猪脑回来吃。就算能够百分之百吸收的话，顶多也会怎么样？变成什么？变成猪头猪脑，所以呢，以形补形的话，真的，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以前都是这样子哈，真的是这样子，做一个错误的观念。所以说呢，先佛跟我们讲，若木牛力大，哦，牛食草为粮，哦，若木猪体肥，猪食糟与糠，哈，哦，这先佛跟我们讲的哈。那接下来要跟我们讲卫生，从卫生的观念上哦。人跟猪的比较，哦，人跟猪的比较，当然我们人的生活环境真的比猪好了太多了，好了太多了，大家有没有意见？真的是好了太多了，因为我们人哦，三房两厅，有客厅啦，有厨房啦，有厕所啦，但是猪呢，它一生呢，一生就是一出粪一生啊，就吃跟睡觉啦。然后排泄啊，都是在同一个地方。然后呢，他吃的东西干不干净？吃的东西干不干净？像以前哦，以前或许家里面也有养猪啊，然后呢，都会去隔壁去收集那个缩水，那个缩水有时候都放了一个礼拜，非常非常的酸，然后到处隔壁的把它收集起来，然后再怎么样，再用一大锅的。把它加热，结果 一大锅的那个酸辣汤哦，这样就到处飘香，一家煮酸辣汤到处飘香哦，所以说呢，一闻到那个酸酸的味道，就知道猪要吃东西了哦。那么我们人呢，吃东西，我从市场买回来都会怎么样？都会经过一番的清洗哦，然后呢，
如果煮太多的话，就把它搁到冰箱，然后，明天要吃的话再稍微微温。这样的话呢，有时候呢，你每加热一次的话，那个都已经变质了，已经变成很不卫生。然后等到怎么样发霉了，然后就觉得心里很安心了，说因为发霉了，所以不是我不想吃了，是因为发霉不能吃哦。结果都倒到哪里去？倒到缩水桶，哦，所以从缩水桶再给猪吃哦。所以说呢，所以呢，生命是否医疗？哦，我们人生病的话呢，我们人呢每年呢，一到40岁以上呢，都会怎么样？都会想说每年来去做一次的健康检查，哦，然后如果感冒的话，酷少，就会赶快去照 X 光，看你肺部有没有长什么东西，我都会非常注重我们的身体，哦，稍微有一点怎么样？就会怎么样？会赶快去看医生，哦，但是那个猪只有没有带去看医生？哦，猪真的没有啊。它猪呢？你如果酷少的话，猪感冒的话，有没有带去看医生？没有。有没有每年做一次的身体健康检查？都没有啊。哦，所以像如果猪身体生病的话呢，就怎么样？就随便的打一针啊。然后如果死掉的话就拖出去，拖出去卖掉，那个死猪也是有人买的哦，所以那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食物了哦。所以说呢，动物临终的时候会产生毒素哦，那个猪啦、鸡啦、牛、鱼死了以后呢，都是用什么？用我们肚子装啊哦，一旦动物被屠宰之后，就马上变成什么？变成尸体，哦，尸体啊！你知道这个尸体哈，屠宰之后，经过一个小时，那个它的细胞就开始腐败，哦，然后你把它放到冰箱的话，它可以减缓腐败的那个速度哦，但是还是一样慢慢的在腐败。所以说呢，你看那个猪肉啊，哦，从屠宰场屠宰的时候呢，然后运送到市场。然后再卖了一整天，然后再到消费者，那消费者家中呢，并不是马上处理，你知道，还是放到冰箱，然后呢，经过了很多的程序，哦，然后再切丝，再分尸，哦，经过很多程序，你看那个病菌已经产生了很多，你还不知道，哦，所以说呢，肉中的细菌很多啊，而且那个肉中的那个毒素也是非常惊人哦。那么在道学上呢，上天有好生之德哈，所以说呢，李祖师哈，李洞宾祖师就跟我们讲，说我若众生肉，行书理不书，修令严君断，自问应如何？我们都知道哈，李祖师跟我们讲，我们人哈，动物虽然形体上不一样哈，但是同样都是怎么样？它都是有灵性的，这个灵性呢，来自于无极里天，也就是我们无生老母的圆胎佛子，哦，只不过是他们累世当中做了不好的事情，结果这一辈子来投胎出生道，哦，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来吃他的话，这是不智的行为，哦，所以说呢，我若众生肉，行书理不书，哦，我们形体不一样，但是他的灵性都是一样的。修令严君断，自问应如何？我们不用严君来给我们断，我们就知道应该要怎么做，哦，要知道应该怎么做。第二呢，就是恢复完美的人格，因为我们每吃到一块肉呢，就会失去我们的五常之德，哦，五常之德，杀彼肥己哈，屠戮他身，甘肥自己，哦，同样都是动物了哈，我们去杀它。他有没有家庭？动物有没有家庭？有没有爸爸妈妈？有没有哥哥妹妹？如果你把爸爸抓起来杀了，妈妈就守寡了。所以呢，他是也有家庭的，哦，这样就是不忍的行为，哦，那心佛给我们讲，这样就会断了我们的慈悲种子，哦，离他眷属，远我亲朋，就是不义的行为。
再来呢，将尸体祭以祭神明，哦，这是无礼的行为。尤其逢年过节，哦，尤其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呢，以前都是怎么样，都有一点在比较，看谁家的出那个生理啊，行类了，他大户都会互相比较，哦，其实这也是一种无知的，哦，无礼的行为，会断了我们的清净种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称言露命，因痴心三，哦，这是不智的行为，哦，认为说，哎，能够大鱼大肉的话呢，怎么样，会你就是非常，哎，非常有食禄了，哦，这样就是断了我们智慧的种子，哦，然后呢，设饵陷阱引人入室，哦，这是不幸的行为，哦，断成十种，哦，你看那个钓鱼的话呢，就是肉里藏钩啊，哦，然后呢，捕捉动物的话，挖下陷阱，那都是一种不幸的行为，哦，会断了我们的诚信种子。所以呢，南海古佛跟我们讲，奉劝世人早吃斋，哦，人性悟性一出来，忍心杀死同胞肉，将心比心撕开，哦，所以南海古佛非常慈悲呢，奉劝世间的人呢，要怎么样，要早早来吃斋，哦，各位浅显，那我们有吃早斋的人有没有？一般人，都会吃早斋了哈。早斋就是早早要知道的意思，早早爱知影，早斋了哈。因为人性悟性从一出来哈，所有的动物当中，所有的动物它的灵性都是从无极里天那边过来的。哦，你如果杀死同胞肉的话，哦，同样都是我们兄弟姐妹，哦，同样都是我们的老母，哦，的原胎佛子，哦，将心比心，真的实在是非常可悲了，哦，第三点就是最主要就是与六畜断缘，哦，因为持斋是戒杀，可以怎么样与六畜断缘，尤其在底下有几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最好不要杀生，哦，那若讲以后然后第几种，哦，我们尽量不要去杀生。第一呢，就是我们生日的时候，哦，我们生日的时候不要去杀生，因为咱生日迄天吼，都是安怎，那个母难日啊，咱妈妈吼，迄天是安怎上危险的迄天就对了。那一天哦，母亲呢，真的非常危险。人讲生的鬼子安怎，给酒帮哦，啊生的鬼安怎，都死得帮，真的呢。在以前那个医学还没很发达的时候啊，很多的妇女啊，很多的妈妈因为要生小孩子，结果怎么样，把命都给怎么样，都把命都给丢了，哦，所以呢，生日不宜杀生，我们要感念我们的母亲的一生的辛劳，哦，所以那一天生日不宜杀生，哦，然后呢，生子不宜杀生，我很不容易有天丁哦，然后呢，你又去杀生的话，这样真不太好，哦，真的不太好，因为你的出生，然后呢，很多动物都要怎么样，很多动物都要被宰杀，哦，所以说呢，生子不宜杀生，婚庆不宜杀生，哦，婚庆呢，很多的那个结婚啊，或是喜事啊，也是怎么样，不宜杀生，哦，因为大家都很高兴嘛，结果那些动物怎么样，都面临那种生死关头，哦哦，所以说呢，婚庆也不宜杀生，然后拜神祭祖也不宜杀生，因为仙佛是非常慈悲了，哦，不可能说，你看所有的仙佛圣贤仙佛，他们都是怎么样？他们都是持斋而能够成道的，没有说他们都昏死成道，绝对没有，哦，所以呢，你用动物的尸体去祭拜他的话呢，哦，真的很不敬，哦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持斋的好处，哦，持斋的好处可以培养慈悲心，也当不用那里慈悲心了，哦哦，所以说呢，在那个满汉全席当中有一道菜叫做什么三教菜，哦，三教菜我们听过吧，就是那刚出生的那个老鼠有没有在床铺底下把它抓出来，结果他们眼睛都还没睁开，然后呢，就怎么样？它是一道菜，哦，那客人然后夹子
一夹，啾一声，哦，这第一声啊。然后因为要沾点那个 wasabi 啦，哦，酱油啦，或者是那个，哦，然后再一沾的话，它又啾一声。然后呢，放到嘴里面的时候呢，放到嘴里面的时候，它尾巴在嘴边这样动啊动啊动啊，然后再一咬，又一声，就这样子。哦，这叫做三教菜，恐怖恐怖。这影片也有嘞，你在 Google， 你在那个 YouTube 哦，打上三教菜，它就跑出来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还有一道菜就是什么生吃猴脑，哦，生吃油滚猴脑，那个猴子啊，用那个铁箍把那个头圈住，然后呢把它的头发理干净，然后抹布擦一擦，然后拿刀子把它的脑壳敲开来，结果那只猴子会怎么样？已经快要半死了，在那边惨叫，然后呢，再拿那个热滚滚的滚油啊，从这个脑壳这样把它浇下去，那个脑还会动呢，然后就趁怎么样，趁新鲜，拿起那个勺子舀起来吃，这是猴滚猴脑，哦，这非常的残忍哦，真的非常残忍哦，都没有慈悲心哦。那么第二呢，就可以使我们的自信光明，哦，我们持斋的人呢，我们的灵性呢，比较怎么样？比较光明，没有掺杂一些浊气，所以说呢，仙佛会比较容易接近，哦，而且如果你吃荤的人的话呢，